选举登记首日，柯文哲胞妹柯美兰牵着柯爸柯妈现身。柯美兰这次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心情看起来相当不错。只不过，柯美兰尴尬大笑几声，毕竟保证金没带不是小事。幕僚赶紧奔波提款，将200,000凑齐。这次新竹选情激烈，民进党立委参选人林智杰紧接着抵达登记。新竹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关键，这是为什么新竹的选举格外的重要。还有国民党现任立委郑政乾也在登记首日现身。高飞高飞，郑政乾。高雄市第六选区美女立委候选人黄杰也在亲妹黄蓉陪同下出席，她笑说妹妹是她的幸运女神。虽然我起步比较晚，但是一定要跑得比别人快，那也希望说登记的时间最早，来展现我这一次会全力冲刺的决心。同样挑战台北市万华选区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吴佩益和无党籍参选人余美人几乎同时间登记，吴佩益则是由林长佐、苗博雅左右护访陪同出席。不到两个月选前冲刺的时间，我们能够全力以赴展现给选民来看。那么我非常非常高兴，这个明年我的名字就会在这个第五选区的选票上面出现。2024大选倒数计时，全台竞争白热化，政治人物拼政绩比人气，还要比谁投降登记。三立新闻综合报道。